故事结束与开篇的命题，他和她只能有过去，未来并不可及。感性的巴黎想去，却没来得及去。我其实今天倒觉得番茄没有拿他自己的标签出来，整个歌曲的选择吧，但可能他的意味，他的想法可能就是我有多一次机会可以展示我的作品，他想展示，他想唱那首歌，那我这个 也非常理解。但我就觉得如果是真的要在一个这样有规则的游戏里面比赛比拼里面，一定要拿你，应该是拿你最厉害的那个武器出来，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同时能理解，但是还是觉得有一点可惜的。来不及反驳，隔离心中歌早已敌不过眼神的气息。